欢迎大家收看 Hero 大不大新闻。我今天呢是带大哥大来金宫的，我觉得大哥大真的非常幸运，碰见我跟龙高这么好的大英雄，我们马上去看看。哦，你很厉害哦，一大清早介绍这种扛套给我。人人都是大英雄吗？我不希望你好吃懒做、不务正业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那么瞧不起我？好，我等一下就办这些货给你看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大英雄。什么什么？兄弟，我就是龙哥，你找我干嘛？喂，你搬运公司呢？是龙哥还有他的弟兄们办的。啊，搬运公司。你真的要我来当鼓励啊？你不搬的话呢，我就帮你叫 taxi 咯。哦，不不不，我搬我搬我搬。哦，我的腰啊！哎呦，我闪到腰了，闪到腰了。你闪到腰啊？对。哎呦，可惜我的腰又不可以借给你。龙哥，我想要问一下，我介绍的那个大哥大，他还 OK 吗？哇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假辣的男人呢，叫他搬一点货都不行啊！哎呦，还叫自己是大哥大，他做我小弟我还嫌他嘞。拍谁啦？拍谁？我可以不可以再给他多一次机会啊？可以，你这样漂亮又是你介绍的，更何况人人都是大英雄嘛，啊 ？Hero， Hero， 今天的 Hero 大不大新闻就播报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张伟雄。唉，现在的经济真的非常不好。如果你真的有工作，就不要嫌东嫌西，咬紧牙关都要撑下去，加油！11月，人人都是大英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Hero 大不大新闻。今天终于轮到我了，我是大哥大嘛，我才是主角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先带大家去看一下，找一些人呢。可以施舍饭给我吃的。